其實佢睇完係大讚咯，同埋唔係就係佢咯，身邊好多朋友睇完都好中意，同埋係個個都讚我演出啦。咁而事實上呢個角色係真係好有挑戰性，同埋係導演拍得好好。咁其實得到呢個獎係，我覺得係好開心、好興奮啊！因為呢個獎係我一直以嚟夢寐以求的。即係而且今次係喺國際嘅影展贏咗咁多國際嘅電影咧，我覺得係。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好大嘅鼓勵咯，係即係一個好強大嘅推動力。但係有冇話即係嚟緊，即係會唔會話即係自己想拍啲咩類嘅電影作品？我好想拍一啲好反差好大嘅角色，即係譬如好似今次《墮落花》演一個女毒針同埋有毒人。下一步就希望係演一啲我未嘗試嘅角色咯，因為好多角色我都未嘗試過，咁例如一啲有精神分裂啊，或者係一啲，即係我覺得佢最主要係睇個故仔咯，即係個性格嗰個故仔同埋導演啊。